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安保防盗的高级系统顾问 John。 今日是我们智慧城市系列的最后一集，同大家讲解一下智慧建筑。智慧建筑就是将电力、供水、通风、保安系统这些基础建设透过工业级物联网设备用云端网络接驳一起，形成完整生态系统，提供舒适、便利、节能、可靠的服务。智能建筑可以提升楼宇价值，图像化平台亦便利管理，同时提供优质使用体验。节能环保建筑物占全港用电量最大份额约 90%。 企业应肩负起社会责任，尽快实现碳中和，舒缓全球暖化的影响。新建建筑物可以由规划入手，平衡风向、日照等因素，适当设计可为大厦提供足够光线和自然通风，并采用不同再生能源和低消耗方案，例如防紫外线涂层玻璃、雨水收集系统、太阳能发电等。现有建筑可配搭物联网感应器 BIM 和人工智能，全天候收集环境数据，并计算出最佳方案，适时调节中央制冷和通风系统，减少非必要用电，节约能源，提升体验。智慧建筑可以带给用家安全、舒适、便利的环境，这些都能够有效提升楼宇价值。由停车场、出入口到各室内地点，建筑内的相关设备都接驳上智能系统，用家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或手机进出。再者，更可以用手机在不同地点室内定位导航，还可以控制不同设备，例如调节冷气、开关灯光等等。用户可以使用平台预约各项设施，例如会议室，而且室内的各项装置都会配合环境自行调节，例如有人体感应灯、窗帘、自动制冷系统等等。虽然新冠肺炎已经逐渐降温，但是它阴魂不散的影响，再加上近来流感和呼吸道的疾病依然不容忽视。楼层不同位置安装室内空气质素感应器，可以获取二氧化碳、PM2.5 浓度等等数据，并因应室内空气质素自动调节和启动先锋及空气净化系统，更好保护楼宇使用者的健康。简易管理，智能建筑亦为大厦管理带来便利。接驳上云端系统的 3D 建筑信息系统，为管理提供崭新体验，各层的用电、温度、湿度数值、舒适度和人流热感图等，都可以在这个统一平台看到，更可远端管理各层设备和电器，还可监察停车场实时使用状况，观察大堂保安，更可以配合大数据和智能分析，预测今个月的电力消耗，估计保安黑点，从而便利物业管理人员的分析工作。总而言之，智慧建筑可以提升建筑价值，给大家一个环保节能、舒适安全、易于管理的建筑新时代。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比例。下条片再见。